脑骗局。我们通过大脑思考，又受大脑系统支配。然而，我们与大脑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大脑又在做什么呢？一、篡改记忆。人类的记忆并不像白纸黑字的档案袋，更是像被剪辑修改过的回忆录。比如，你故地重游，虽然山水不变，但是因为阅历的增长和心态的不同，大脑所补全的地方也就和上次不同，就会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。二、走神。科学家们说过，人类1/3的清醒时刻都是在走神。其实，走神是一种介于自主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，大脑没有办法承受长时间的高负荷自主意识，所以会在可以偷懒的时候让自己休息一下。三、无意识行为。人类60%-80%的日常行为都是无意识的，比如你总是想不起来走的时候有没有关上灯，或者有没有锁上门。其实这并不是你的错，而是这些活动早就被大脑自动归类为低级别项目在运行了。四、一心二用。你能否做到左手比圆，右手画圈，或者边闲聊边看书？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并不允许你一心二用，所以你确定你的大脑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五、大脑看得比眼睛快。研究表明，汉字的顺序并不一定会影响阅读，比如当你看完这句话后会发现这段字全是乱的。你的大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评论告诉我。